各种善巧方便，引导众生成佛、念佛生净土等等，大家一起跟着发愿。发愿的时候，你要观想啊，十方法界众生啊，诸佛欢喜；九法界众生发愿一起成佛。你要观想你发愿的声音，融入各位要练习啊。像我已经习惯，我在这边讲话，我所有的声音是佛的进入最深的法界。 无间地狱最高的天，所有的净土都听到这个声音，你要这样练习，就像我们点个灯，上至诸天，下至所有地狱，都有这个灯，这个灯代表净土，所有净土从这个灯看见了，然后开始修这个法界心，那跟着这样发愿，所有众生都成佛，成佛最好的方法方便就是往生净土，最好的因那就是发菩提心。 所以，那菩提心就包括忍辱啊、慈悲啊、思维空性啊等等。为什么要回向慈悲？这个钱本来是你的，佛陀说给人家吧，啊，这个功德本来是你的，你现在修到了叫福德了，但是布施给众生叫功德了，啊，所以我们所有努力的都供养众生，愿众生都离苦得乐，都成佛，那叫回向。 因为报关斋戒功德太大了，后面形容了大，你不是贪，这个大是让你觉得我好慈悲哦，这么大的功德，就像你今天拼了20年，终于把你公司从亏损的状态变成上市的公司，银行还有100亿，然后呢，你就供养给国家，供养给弱势团体这边，我这个人开了3个孤儿院，哎呦没钱，我上市公司供养你。 这个叫回向，那回向会让你很快速的安住空性，累积成佛的资粮，叫波罗蜜，啊，也唯有这样子的无我，然后呢，加上完全的供养跟奉献，而且希望对方都得到。所以各位，你为了要让对方得到，要下面前面的花一样，好认真的插，插的好美好美。妈妈早上4点就来炒菜，等到我们11点要回来吃午餐呢。 妈妈最大的快乐干嘛？就看到我们在吃她早上就起来准备的午餐，要让她吃下。你们吃下去啊！所以我学佛以后就变了，我还没有学佛以前吃个灯一夹崩啊，然后呢吃完就我们做，现在不一样了，跑到厨房，哇，我那猪肝要回家啊，然后陪她洗碗啊，哎呦，陪她洗碗帮她擦。 我要赞叹他，因为我在想，我替我爸爸讲好话，我爸爸从不讲好话，只会骂他。因为我儿子来赞叹他，所以我妈妈每次知道我在台北，她就会看电视，她就赶快准备好。然后我不见得回去哦，但是她都准备好了。但是我实在有时候没时间，但是我心里就会挂着，哎呀，我妈一定帮我准备好了，但是我今天没办法回去了。 这样，啊，但是我就会打电话说：“妈妈，我给你把号，人家要请我吃那个一顿2000块的。”那我妈从不抱怨，她不会说：“我给你煮好了，你不回来。”我妈不会这样讲，她从不给我们压力，她煮好了，但是她都不讲。她说：“好好，这样就好了。”一个不抱怨的，但是我知道她都准备好了，所以各位，我想。 我们要做众生的妈妈就是这样嘛，要让我们为众生都准备最好的、最好吃的、最好听的话、最漂亮的、最高贵的，然后要去供养他。他不认识你，但是你供养他，这叫回向。那既然你要供养，你要把戒律要修得最圆满，菩提心要发得最圆满，你可以把最美的供养给对方，最圆满的。各位记住这句话。 啊，每一件事情都是最好的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事情写个字也要写得最美的，美美的。我每次看人家写皈依证给我，我这个字以后规定字比我丑的不能写。啊，字比我漂亮的才可以写皈依证，人家一辈子才得一张，那个写得怪怪的，然后我字又我要字又好看。啊。 哎，人家也是，我也是苦练出来的字。我师父说，做个出家人字不漂亮，你修行吗？天哪，这样啊！出家人是什么都是最庄严的，你写字给对方。
都要最庄严。你讲话给对方要庄严，你穿衣服给对方看，这样庄不庄严？要庄严，你要时时刻刻很庄严，因为你要给众生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既然要回向，各位把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圆满，以最圆满的功德来回向。你看他们仁波切可惜庄不庄严啊？念啊念啊，不断的在发菩提心呢、啊。啊，你四个啊，念啊念啊，不断的在帮我们消灾啊，福报大不大？但是不是我们得到结合三方面的功德？我刚刚在地下室来供万灯供万水，下午大放生，啊，所有的功德回向给众生，好不好啊？供养，就像你为悦己者容啊，一个女孩子很爱这个男生，哦，她化妆三天三夜就跟他约会半个钟头。啊，他准备了这样子这么有情调的一个餐，他要给对方吃，对吧？这样，那各位，这就是佛法。但是你接受者要很快乐啊。所以各位，你今天晚上，你明天吃饭，你老婆煮好了，你在那边合掌，然后看你老婆说：“哇，我家就甘露了，好像，哇，太好吃了，老婆，我吃到甘露了，哇，我要升天了，我今天去一定赚大钱。”我赚了钱通通给你买衣服，这样你要这样讲，你要有这个心态，因为你在修行，知道吧？修行不要酷酷的、冷冷的、冰冰的啊。那这样以后你不是大乘佛教啊，大乘佛教像开飞机，每个人都让他坐头等舱，你睡觉吧，时间到了我叫你起床吃饭，然后你再睡觉啊，然后要这样子的想要去服务对方，好不好？各位义工啊，我们现在明年开始，所有做义工的资格是什么？念一下：微笑的脸，柔软的语言，你才有资格做义工啊！我们可以做香积菩萨，可以做崩。你不笑，煮出来的饭也一定很难吃哎！啊，既然你要做义工，那叫实践佛法，叫微笑，要这样了解了。修行要断除了这是三样恶业。贪嗔痴烦恼，种种的爱发脾气啦、太急啊、太酷的习气，那这个消灭的，你才可以把正面的展现出来，去做正面的啊。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发心持戒，持戒可以成佛，包完斋戒可以成佛。我今天顺便跟各位说，就像我这样在讲话，我故意讲得很圆满，声音也要调到最好。各位，这个是供养啊。我想一个唱歌的人，他就是希望把最好的音响、音乐、歌词、内容去感动对方，去让对方去享受这么好听的声音。那这个你要学，你千万不要说反正我喜欢这样讲，我喜欢那样讲，因为你要想着对方喜不喜欢听，适不适合，恰不恰当，你要随时调整。所以一个大乘的心态是他心是贴着众生的心，他需要什么我显现什么，所以配合对方，不要有个性习气。我不喜欢笑，我眼睛都是像什么，像嗑药一样，这样呆滞呆滞的啊，不能这样。你要随时展现，因为你要配合对方，然后去引发对方的修行、快乐、精进等等。那各位要开始学这个啊，随时，因为大乘的教育，所以八关斋戒不见得说有法会再来，只要是斋日，然后你各位去老人院啊，但是你从家里要做起。今天早上起来，你太太问你，你为什么今天在笑？你为什么早上主动帮我去买豆浆回来给我喝？你这么爱我，因为八关斋戒啊。所以八关斋戒是我要去服务众生啊，老婆，东武带你去吃一顿2000块的素食啊，所以下午带你去佛光山拜佛啊，因为什么？八关斋戒。所以你要了解大乘的，他目的都是在让对方法喜充满快乐，请各位抓住这个好。护
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